来卖一半。我来卖一半，你们，你们要等我来这边做无？伊只鲔鱼头，这当然吼，就是做点要吃嘞，三百五百嘞，来，一百嘞。一百，鲔鱼头一百嘞。对啊，两百，你那做菜要两百哟，两百来。啊，对，等于吃一百，够不要哦，一百，一百。对啊，后边来。一百，够不要吃啊，一百。对啊，好点啊，再多弄点黄菜。来，我大哥在处理啊，大哥在处理去。哇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三百，我包。对，谢谢。你老板一百，嗯，姐要不要那个那个那个一百？行，来。再见。够不要啊，我再来点。谢谢啊，你。车顶我上来买，车顶我老是叫你上来。哦，这一百块了要来哦。今仔日恁这人个变足济，恁今仔这人个要食济，我今仔早济啦，恁要食。恁个要啥物货？恁个要一百哦。感谢啊，帅哥。谢谢谢谢。是啊，要一百。六分。好啊，要看要啥物？要海螺啊！要法国海螺啊，足甜啊！恁个买啥物哦？鲈鱼啊，当我买鲈鱼啊！鲈鱼啊，几好！我今日鲈鱼赚大钱。好，我收点地产，要去十遍。来，上面就鲈鱼的，鲈鱼这大只，恁看有无？你若要吃，卖哦，你开五百、四百，拢唔免。若要吃大只鲈鱼的，先加一个三包。来，多个三包哦，这里。来，三包了。来，我你看啥物叫上鲜的鲈鱼？这鱼骨拢新鲜，拢一条仔咧烧熟咧。我即个告你，即个告你。来，我改掉，我改，我改掉了，好啦。你若要买啊，紧的啊。只要恁今日来搞买三包的啊，我即个告你。几百过来，三包，咱们吃下不？那几百块你一包吃超，我来讲嘛。好啊，谢谢，几百块，三包了。过来，咱吃鲈鱼不？三包。鲈鱼，这大只啊，大你要鲈鱼不？这等下你甲红烧，做泡泡鸡，你甲切片，来煮鸡翅汤，有够赞的，真正。搁一个三包啥物啊？鲈鱼，还是恁吃袂了？要买百五，百五买，咱买啊小家庭，咱买就买百五。到最后，准备大号了，咩来无？食袂了，咩用袂嘛是对啊，大号尔。有啊，来大号了。谢谢，感谢大。我做这个清蒸的，我紧张。谢谢。昨天看咩啥搞讲啊？哦，你要看。好啊，恁看要搁食啥物啊？哦，你三百，伊个六百，你搁一半落啊？伊个大鱼个鸡腿，要一包啊？还是要买百块落？我叫你看，这支鸡腿，我来搁大鱼啊，这支你会当买来食看吗？我要买那个原味的鸡腿吧。鸡腿吧。两百块上下，地瓜一百五，你帮我点，里面两包。鸡腿吧上下五十，两百块全部给你弄好，甜味的。这个鸡腿你来不及了，卖三百五百，这大鸡的。这是这种的吗？哎，都没有了，剩下那种的，那是最好吃的。原本的那种原味的都没了。都没有了，剩下那种，现在我都改卖这一种了，原味那个我没有再带的。我已经现在都改这个，因为要换来换去，客人才不会腻，客人才不会腻啊！再好吃的东西，客人都会腻。这一只绝对比那只好吃，两百块没有了，全部给你。你整个接力接一样没有骨头的，哎，都没有骨头的了。那我你买这一只大只的，这个一百五就好了，这只再给你一百五那边。不一样，这个是有骨头的，一只大鸡，够了没有？龙霸吗？对，够快啊！这个很好吃。养鸡那边放。OK， 我带你过。我带你过，你过了，我请你了。
五只，来，他们回来直接上来。哦，也是抓得好。刚好我这，抓你那边不好看。啊，两包。两包多。你叫做什么？我听过啥？有啦，你要吗？要我再来啊。是的，来，你去摸，你去摸，我来去嘞，你来两个摸，我去啦，把你摸来，好不接的，姐又找不到细砖卖哦，爹，你包上下去两个看不？一包，一包含几串？你包百万块上面起来，真正好起来啦，起来啦，包，啊，你含几无啊？啊，你是啊，你一包包我给你啊，多多。谢谢阿多，因为我打你台湾最常见。是个鸡腿跟我们四包，你们食鸡腿全部三包五包，恁两包了，八条十条，用煎的四炒锅拢超好食。三，四，两包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两包。都有啊，吼。好，我你看要做啥个？我讲，我再来给你服务，要怎个嘞？也再来，家庭倒来要处理哦。家庭倒来，还是要换你过，换你过话，家庭倒来，家庭倒来，我感冒哩。你看要啥个嘛？是的。啊，无你叫集中者啦，啊，再来，咱再来个算熟的吼，啊，无集中全一挂的，台式一包。方便的，送你哦。啊，高跟布啊。哦。你刚刚食啥？跟我讲的。哦，你食啥？我讲我来介绍。我拢服务员，一个在做啊，阿婆八十包，八十包，全部包啦，啊，快快快，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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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啊，贵只啊，我话歹做，我鸡啊无错。啊，是乌骨鸡拢无？拢无错，我即块鸡啊拢无错，最后我为一礼拜来煮拢无错。哦。有四包，一公斤，一公斤若无一公斤，包较济钱，大包，然后佫大粒。来，线顶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今仔日 YouTube 啦、FB 啦，要哪来？哎呦，老李，对啊嘛，这背脚不好，老李你给我听到你说，我来过两天，他姐你可以打个字哦。对啊，你到底搞什么东西？老李，老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他多大了？这一把。